我觉得其实咱们俩也挺投缘的，这段时间的接触吧，我觉得你人特别善良，人特别好。你俩认识不久，我不了解你啊，你也不了解我，你刚来这也是短住。我对感情呢也很认真，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网恋和异地恋。当然了，你很优秀，人也很好。我的开场有那么像表白吗？是个小小的误会。言归正传啊，你能过来帮我吗？条件你提。